泻，泻是呈现一个一侧状哈，点挑代表眼部哦，上来用力上去，然后这边写的比较小，那开始收拢，收拢又上面是疏的，这边是密的，密到都全部粘在一起的，然后带起来又粘到了哦，所以这边全部都密的，然后到这边开始疏的，张开空隙很大，拉到右下角上去用力点停住哦，所以它的姿态疏密其实是非常的明显哦。那我们要做到这样子，来试试看哦。点刚才提到说，它稍微降低的点带过来，从上面过来折折，它是稍微上去了一点，再挑。哇，它这里有哦，做夸张一点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它有带上去再挑，然后上去又开始要往逆上去，又这边就所谓的有点密密到说，诶，怎么都粘住？它就是这样子哦。然后撇带起来，这边又粘住哦，这边密密疏。然后这边开始梳，带上去，这个最高，用力压回来，这边压最低，然后用力兜上去，靠近，稍微偏高一点点，好、哦，所以这边密密密密啊，疏疏疏疏很多，哦，疏密是非常明显的。